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诗书画》，我是曹可凡。那么从古到今啊，水果一直是人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食品。它不仅能够提供人们身体所需要的多种维生素，而且呢，还作为时令的代表，提醒着人们季节在变换，岁月在流转。因此呢，四时鲜果已经超越了食物的范畴，成为了一种文化的符号。那么在诗词歌赋和水墨丹青中呢，同样是焕发光彩。那么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要为大家带来诗书画中的四时鲜果系列。首先要介绍的当然是大家最熟悉的苹果。不过啊，每天都吃的苹果，你真的那么了解吗？我们先来读一首诗，再来为大家做介绍。宣城宰郭仲文为林禽，北宋梅尧臣。幼君好佳果，莫勔求林禽。君今忽持赠，知有一少心。密枝传应远，朱颊映已深。不愁鼹鼠聚，幸同玉江针。刚才我们朗读的这首诗呢，是北宋诗人梅尧臣在炎炎夏日收到好友赠送的水果林禽后写的。所谓林禽呢，大约指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苹果。那苹果这种水果呢，连同这个名字，我们今天都习以为常。那其实呢，这个名字诞生啊，也不过是几百年的时间。这个词语呢，是来自于梵语，在明代的诗文典籍当中啊，被音译作苹婆果或是苹果，后来啊，才写成今天大家看到的苹果这两个字。那么中国古人在之前的几千年里，难道都没有吃过苹果吗？也不能完全这么说。中国古代有一种跟苹果非常相似的水果，也就是《千字文》中的果珍、李奈、蔡仲、介江中的奈。它在中国呢有2000多年的栽培史，果实呢比苹果要小一点，果肉啊是又绵又软。每当果子成熟的时候呢，这个香味儿总是能够吸引一些鸟雀啊前来啄食，因此呢，又有了来禽、林禽这样的美称。在梅尧臣的这首诗里呢，他一上来就说：“幼君好佳果，莫勔求林禽。”幼君呢，当然是书圣王羲之。我们都知道王羲之爱鹅，怎么又跟苹果扯上关系了呢？因为《晋书》里头记载啊，说王羲之晚年闲暇无事，喜欢种植果树，经常带着儿孙呢参观自己的劳动成果，有味道不错的就摘下来给大家分着吃。王羲之的信札17帖中有一帖叫做来禽帖，就是他写信给好朋友，请他呢给自己寄一些水果的种子，其中就包括来禽。这也就是梅尧臣幼君好佳果，莫勔求林禽所说的这个典故了。收到好朋友在炎炎夏日里送来的苹果，梅尧臣呢十分的高兴。不愁鼹鼠聚，幸同玉江针。吃着这样美味的林禽，就好比喝着天上的玉江琼液，再也不必忧愁外面炎炎酷暑的侵袭了。只不过我们现在知道，当年王羲之也好，梅尧臣也好，他们尝到的苹果呀，口味远不如今天的苹果好。我们今天吃的苹果呢，是清脆爽口、甘甜多汁，是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引进中国的品种。先是在山东烟台培植成功，进而呢很快传遍了全国，成为大家都非常喜爱的看家水果。大美石书画笔墨中国风。《17帖》呢是王羲之的草书代表作，包括他在14年里写给朋友周甫的27封信，《来秦帖》呢就是其中的一封。我们来看它的前半部分，上面写道：“亲李来秦樱桃，日己藤，子皆囊成为家，寒风多不生。”意思是说呢，清理来秦樱桃和日己藤的种子呢，最好都用布袋装好，封在信中寄过来，种下去很难发芽。姜夔认为呢，王羲之的楷书是潇洒纵横，和居平正，极具魏晋飘逸之气。来秦帖呢，作为书圣信手拈来的一封简札，字的大小呢，并不是千篇一律，而是以字形和笔画的姿态自然安排，肆意而为，率性天真，极具生趣。欣赏完《来秦帖》，我们再来欣赏一幅宋画《果熟来秦图》。画家林春以折枝画的形式，将目光锁定了深秋时节果实累累的枝头，几枚苹果已经熟透，黄中透红，似乎呢散发出阵阵果香。这香气引来了一只小鸟，它流连在枝头，想尝一尝这诱人的果实。忽然它好像又被什么别的东西吸引住了，马上又要踏枝振翅而去。画家就把画面定格在了这一瞬间，但又给人一种呼之欲出的动感。鸟雀将去，枝条会随着鸟的起飞猛然一颤，果实和树叶也会随之上下摇曳。整幅画呢具有非常逼真的艺术效果，树叶的干枯、卷边和虫洞，苹果上被虫子轻咬过的细微痕迹，鸟儿轻柔蓬松的羽毛，都在画家的笔下呢纤毫毕现，体现了画家高超的写实技巧和卓越的审美追求。在东西方文化当中苹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寓意。少年牛顿被自然落下的苹果砸到了头，从而激发了他的求知欲，最终发现了万有引力。而在中国，苹果因为性平味甘，生津止渴，又因为谐音平安，所以呢，被称之为叫做平安果，成为人人都爱的看家水果。